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刚刚大家应该看到我们的电影非常精彩的一些片段花絮给到大家。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电影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一起走入电影院来一起看到我们这部非常期待的《无名》，好不好？那我们也非常欢迎两位，我们一位是陈赫导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二位是我们的主演一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两位。是，那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陈赫，谢谢。欢迎导演一博、大家好，我是王一博。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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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就是之前好像无名整个电影的一些物料，包括一些就是预告片，其实都是挺神秘的，就是整个大家就觉得哇没看够，然后好想去电影院去看一看。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的陈赫导演和一博，跟大家一起来安利我们这一部的一个贺岁片。那我觉得我们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电影，以及更了解我们的一些导演的想法和我们演员的一些就是努力，我们先所有女生们跟我们的导演们做一个小互动。我们第一趴的一个环节，就是因为在无名整个电影里面，我听说是很多的一些剧情都是通过眼神来去传递一些信息，然后传递一些思想的，所以我们帮大家准备到了三张我们的剧照，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到我们电影背后的一些故事，好不好？我觉得优秀的无名者是需要解读对方的一个眼神中透露的信息，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三张剧照。第一张来看一下。所以这一张照片是其实是一博在电影里面的一个片段的一个照片。那我想先问陈赫导演，就是听说你在选演员的时候是不试戏的，好像就是一博身上是直接有哪个瞬间或者哪个点你觉得哇，我一定要让一博来演这部电影。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看到这张剧照其实都不用我再说什么，这张剧照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因为从这张剧照来看，我觉得他已经附体于那个年代。一博就像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的一样，人物一样。对，了解。那导演可不可以谈一谈，就是对一博在整个剧里面的呈现出来的一个角色的状态，你还满意吗？我已经表达过好多次了，是非常优秀，非常优秀。然后你觉得就是完全符合角色的一些要求？对，我觉得一博给大家奉献了近乎完美的表演。哇哦，很期待。对，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张。哇哦，这是我们就是合作过的啊，非常大咖的我们的那个梁朝伟老师。然后我们问一下，先问导演，导演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梁朝伟先生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形容他？我觉得就是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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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非常迷人的一位老师。对，哇，真的非常棒，因为我也跟梁朝伟老师有合作过一次，然后我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迷人。对，那一博呢，你第一次就是跟梁朝伟先生合作，你觉得你的感觉怎么样？开始是肯定会很紧张的，会有点小紧张。对，但是就是梁先生这个眼神跟梁先生就对人非常的好，就会让我慢慢的放松下来。好，了解。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三张眼神杀啊，我们王传君老师。就是听说王传君老师其实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就不怎么讲话，日常的时候好像很多的观众很好奇无名剧组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很多今天有很多粉丝说导演也是一个很慢热的人，也是一个很就是慢吞吞的人，所以导演我们在剧组的时候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对，我们确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剧组。是因为我拍戏的时候我还挺在意保护演员的情绪。了解。因为如果剧组过于喧哗或者过于吵闹，我觉得可能对演员的情绪有一定的影响。是。传君话不多的。他在现场除了演戏之外说话，那就是在跟一博沟通上海话的对白的部分。是。其他时候也都不大说话。了解。我第二个问题想问，一博是听说这一次我们在剧里面的话整个都是用到的上海话，然后也听说也是王传君老师去教你就是上海话的，对不对？对的，大部分跟传君哥的戏都是，基本上跟传君哥的戏全都是说的是上海话。对。然后传君哥就很好，会帮我提前录好，录一遍快的，然后再录一遍慢的。了解。然后告诉我每句话的对应的，就是细节的发音。对对对对对。哇，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应该通过刚刚这三张眼神杀，应该会更想要去
走到电影院去了解到我们这个无名里面这部剧到底讲些什么东西。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一个小花絮，无名这部电影学习上海话幕后的一些小故事。我觉得今天啊，旺旺是上海人，对，稍微带点杨金帮，我学了四才学了五天。是，那我们让旺旺出个题考考我们。这样好不好，导演，今天请你们来，然后也请一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也是为了宣传我们的电影，然后想要大家可以助力我们中国电影的一个新的发展，然后大家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我也准备了一点点的小诚意，我们今天游戏输的，然后我们就以他的名义给我们的粉丝送上我们的购物红包，可以，我们可以用一个购物红包来买电影票，可以，好不好？那两位老师，你们准备好了吗？我真的上海话听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熟悉，所以等一下旺旺会出题，我们来听他说的是什么。然后答对最少的人我们就送红包，那就是我们如果输了就对大家是有利的，对，对大家是，哎，当然，啊，但是我们也不用故意输，毕竟我们有三个人，好吧，啊，好，okay，来，第一道题，我说我念词儿，啊，三二一他们俩抢答，是是是是，你念词我们抢答，好，第一个词儿，嗯，吃如什么，对吧，对的对的，是吃饭是吗，啊，大错特错，喝水，喝水，哇，导演厉害，很厉害很厉害，我是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好，那旺旺第二个词，完蛋完蛋，导演有一分了啊，好，的斯清嗓，啥？哎，不重要，咱们就听一遍，只能听一遍。一博知道吗？这个确实也，导演呢？的斯清嗓，这个什么什么清爽？哎，什么什么清爽？对，对。但这个呢，我是头思清爽，头脑清晰。对，这个我是能听懂的，啊，但是呢，因为我得让这个妹妹们观众有福利，所以 我可以由一博发或者我发，都可以啊啊！对对对，这是有精神的意思啊，有精神啊，哦，有精神的意思。其实我答对了一半，就头脑清爽。你硬说的话也可以了。对对对对，好，行，来下一个，能去科迪了吧？你去看电影了吗？哎，哇！一博，哎，还有最后一道题哈，哦，来。最后一道题是。嘎塞五。什么？哎，嘎塞五。嘎塞五。嘎塞五，这是。嘎塞五。是杨金帮上海话。嘎塞五。嘎塞五。啊，你这说的蛮好的。就是。一博知不知道？嘎塞五。确实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博发红包，我看到了，好不好？你看到了，所以那个嘎塞是聊天聊天，啊，聊天的意思，哎，啊，了解了解了解。好了，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小互动，好不好？那我们就让我们的后台帮大家准备一下，我们发一个口令红包给到大家。然后我们的口令，你只要输入在我们的就是评论区里面，你们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一个红包的一个按钮。然后我们的第一条口令红包是。美们，只要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打这几个字，你就可以抽到一博送给大家的一个红包咯，好不好？来，我们的口令是春节相聚看无名，不要打错字咯，好不好？然后我们头顶上方也会飘出这一行字，大家一定要打对字，打对字相当于我们轮，所以等一下还会有红包可能会送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的，好不好？那刚刚旺旺教我们了就是上海话的一些小互动，那我也很想问一下，就是导演。就陈导演，就是我们了解到陈导演其实是湖北人，那是无名这部剧其实是以上海为背景，然后片中有大量的一些上海台词，嗯，啊，然后包括就请问我觉得导演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对，因为我们是民国戏嘛，但其实我们之前解释过了，包括我上一部戏也是一样，就我们其实不光有上海话，我们也有普通话，啊，也有广东话，了解，对，我们甚至也有外语，是，对。那么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在上海生活过很长的时间，嗯，那么尤其是当涉及到民国的时候，那上海，现在的上海和当年的上海，我相信就跟我们刚才形容这个梁先生一样，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城市，是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地方啊。了解，对，所以我非常喜欢表达上海，包括用上海的方言。因为一个城市的灵魂有时候常常会在它的语言里头，是的，了解了解，我觉得导演说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大家也可以有时间然后陪着家人一起去我们的线下，然后去到我们的电影院去跟着我们的导演一起来体验一下和感受一下我们无名带给大家的一些精神力量啊。是的，那我觉得所有女生们就是优秀的就无名者还需要具备优秀的口才，所以我们第二轮的小游戏，所有女生们我们就来考一考我们三位的口才怎么样，
好不好？那个老师，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哎，我们先喝一杯水，先喝一杯水。对对对对，好，导演来，谢谢，一博来，好，那就是旺旺底下会出一句词。然后呢，我们要在那句话里面加一个字，但是要让那一句话是完整的。嗯，然后我们看谁接不下去了，我们就输了，然后就给我们的女生们发红包，然后我们就上链接，然后给大家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好不好？来，旺旺，开始吧。大年初一看电影《无名》，导演，我大年初一看电影《无名》，也行，一博。我大年初一去看电影《无名》。嗯，我大年初一要去看电影《无名》。我们大年初一都要去看电影《无名》。导演直接加了两个字。不对，没关系，可以。那我错了。加了两个字，那一博会更有压力了。啊。我们大年初一都要一起去看电影《无名》。哦，现在就是看谁字数多，我就来一个作文了啊，好不好？导演，你接住了。好，我要把这个变成一个作文了。好，我们大年初一一起去，都要。好，错了。行，忘记了，完全忘记了。好了，那我们第二个红包，好不好？再来一个红包给大家啊。可以啊。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所有女生们还是一样，我们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上佳琪，接下来告诉大家这句话，你们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红包弹窗，然后可以领我们的红包，然后购买我们的电影票，那价格会更加的优惠哦。是的，好吧，那我们的第二轮的红包口令是带上家人看《无名》。嗯，来吧，所有女生们赶紧在我们的评论区输入这句话哦。头顶上方已经把这个字，然后我们头顶上方也飘出来这一行字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辛苦大家，因为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的是一毛钱来抵扣11.2元的一个电影兑换资格券，等于是买了一张优惠券，是，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刚刚我们的导演说啊，后台非常非常多人想买电影票，所以我们的链接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卡住，对，所以我们要稍微多担待一下，不好意思，但是等一下电影票的量一定会充足，好的，但是我们等一下一个人，你最多最多最多在我们直播间可以买到6张。我们之前都是一个人只能买一张，对不对？我们之前很多的电影来我们直播间，一个人只能买一张，但我们今天一个人可以买6张，而且我们分了不同的厅，比如说我们有就是全电影院通用的，以及还有到的是我们这次帮大家做到了 IMAX 以及我们的中国巨幕厅都可以去有到兑换，但价格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有点小波动。等一下我们会详细帮大家来做讲解，好不好？那我们再来轮小游戏吧。我们让 Never， 是因为我知道优秀的无名者还要具备的第三个能力就是超强的忍耐力。那我们就看看一博能不能够挡住我们 Never 可爱的攻势呢？好吧，那为了考验一博的出色的一个忍耐力，我们请奈奈上场，然后看一博的表情有没有一些小变化。因为我们这只小狗子有一个技能，对，这个技能是所有女生特别特别爱它，它非常非常会撒娇。嗯，我给你表演一下啊。好的好的 ，Never 加油哦 ，Never 加油，他是王一博哟。对啊，好吧，对啊，给快给一博拜拜，看着他，你要看着他。你给他拜拜，你说新年快乐，还有家人，票房大卖，快笑呀！你要那么笑？哇，可以可以可以，笑了可以有笑有笑。好，那我们接下来这波红包就要一博送给大家，好吧？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哦！好了，那所有女生们、美们，你要不要抱一下他，或者是或者你喝水没关系，不，没事没事。我看你刚刚有点喜欢，可以，他没事，他一点不怕。我很喜欢狗，我很喜欢狗。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 ，Never， 真的。高光时刻 ，Never， 开心吧？我其实说这句话一波就会笑。对，好，来，我们接下来所有女生，我们再来一轮我们的一个红包月给大家，好不好？好的，好的。然后让大家拿红包拿得够，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美眉都在支持我们的就是直播。然后我们来教大家一下如何领取红包，新进来的美眉们，然后一起来帮我们解锁第三轮的红包。好吧，我们第三轮红包只要在我们的评论上打上佳琪底下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红包雨下下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一下，但是字一定要打对，如果有错别字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帮大家就是拿到红包咯，好吗？那所有女生们，我们第三轮的红包来一起看一下旺旺这边，我们来给大家聚个焦。来，老师帮我聚焦一下我的态度。来，是我们就在评论区哦，我们这次的口令是约上朋友看无名，然后直接点发送，然后我们就可以有红包喽，然后直接可以领取我们的口令红包喽。对，然后点击领取。是的，好不好？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辛苦大家。然后所有女生们，接下来我跟旺旺帮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那个电影票的一些购买的详细规则，可以大家好不好？然后等一下叫导演跟一博帮我们再安利一下，一句话安利我们。什么理由要去看无名？我觉得 OK。然后我们就撒一上链接了，因为今天晚上的票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我觉得不容易，也是我们淘票票以及我们导演以及我们一博给到嘉怡直播间这么多的票量，好不好？因为我们以前的话就是一秒钟所有的票就卖完 了，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也会很非常快。所以导演，你对我有什么期望吗？期望或者是你知道每个品牌方来我这都会给我一些些的任务要求，或者是不能说要求，就是任务，就是期望。所以你对我的期望是今天卖多少？票，我期望你卖的越多越好。一博的，一样的，好，我尽力，我加油，大不了卖一晚上。啊？开玩笑，我觉得80万张应该可以的吧？因为其实它是有到一个限购数量，是四张嘛，对不对？没错，好，那我们来教大家，我和旺教大家如何购买我们的电影票，好不好？等下我们会有两个链接，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等会会上两个链接给大家，我们到手。一张电影票 okay, 我们是0.1元，0.1元是一张电影票，是11.2元的观影代金券。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旺旺在上海，他去了比如说那个什么久光的一个电影院，哪个商场的电影院，那个电影院的价格是45元一张，那我们就可以用这0.1元来抵扣11.2元的代金券，所以你花到的钱只要34.8元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电影票了，好不好？就这个意思，好不好？然后我们不需要备注，我们的淘麦 VIP 会送给大家180天，我们会再送大家淘麦 VIP 积分100分，而且我们的淘麦 VIP 积分可以送上和兑换我们一博的就是电子签名版的票根，票根有，对的，好不好？然后还有可以兑换我们一博的那个新年的一个祝福视频，好不好？辛苦大家啊！那这是第一个链接哦，第二个链接我们会是1毛钱抵扣15.2元的电影代金券，什么意思呢？我们第二个链接是专门给你们去，比如说我已经打算好了，我要去 IMAX 厅看，我要去中国巨幕看，那我们就可以买。这一张电影票是0.1元，我们兑换15.2元的观影代金券，所以一定要看清楚。那我们也是不需要备注，会送大家我们淘麦 VIP 会员180天以及淘麦 VIP 积分100分，好不好？下单多次，然后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比如说我们一家四口人一起去看，那我们就要分开核销，什么意思呢？你们到电影的那个柜台上的时候，你们就是核销一张，然后再用代码核销第二张。我们每一张都可以减11.2元和15.2元，好不好？不要一次性用一张代金券核销掉了5张你的那个票，就不划算了啊、哦！好的，那所有女生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两个让导演和一博看看我们所有女生的手速，好不好？那我们先上0.1元兑换15.2元的我们中国巨幕以及 IMAX 厅的电影票，来3、2、1上链接咯。然后我们的兑换期间是1月21号晚上24点截止，我们的使用时间是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七都可以使用，好不好？没关系，我们后面的如果影厅出牌期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做核销。没错。另外的话，跟大家强调，直接拍，不需要说再填写我们电话号码。没错。它会绑定到我们的淘票票 APP 的。是的，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咯。所有女生们，我们上链接了。这个链接限购2张。是，这个链接我们是限购2张啊。下一个链接我们是一个人可以买4张给到大家，好不好？开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看一下，我这里都卡住，对不对？导演，我这里都点不进去了，我这里都点不进去了，我也是。直接白。整个没了，没有了。没了。第一波我们有多少货？第一5万是不是？还可以加。那我们后面可以加多少？我们第一波已经全没了。好的，那我们来哦。15万啊，我们第一波是10万，现在已经月销10家了，这个一共就20万张，补贴不了这么多。好，那我们再加最后的10万张，如果卖完了就没有了。导演，我先给你看一下，完成了完成了1/8，我们10万张已经没有了，反正80万张嘛，好不好？我们看看还可不可以完成更多的业绩啊。加油加油，来吧，加油啊，真的加油啊，好不好？那我们给后台一点点的时间，因为很多妹妹都等着买这张电影票，所以我们稍微帮大家在后台加10万张，因为我们这个链接就没了，好不好？来，我们3、2、1上链接，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嘉怡直播间，对，好不好？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人可以买4张的全部影院都可以用的，好不好？我们也开了。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天哪，就真的进也进不去。开了，那个开了。我真的进也进不去。99号宝贝链接是我们1毛钱抵扣11.2元的，对，好不好？辛苦大家。那个两位老师，我们现在在上链接的这个空隙，我们可不可以
自己给自己的电影助一份力，我们给我们的所有女生和所有男生再安利一下，一句话安利一下大家去看《无名的理由》。我觉得这个票卖的太快了，好神奇。你是在安利我，不是在安利这个电影哦。导演搞反了哦。好的，好。希望大家正月初一去电影院看电影《无名》，是一定会值回票价。好，我们冲着导演这句话，我们一定要去看《无名》，好不好？那一博呢？同意，同意。行，没问题。两个链接下，好不好？我们两个链接都下架了。两个链接，我们导演，我完成了八分之二了。嗯，这个链接已经也卖了10万加了。嗯，对，现在是所以后台是整个大卡住。对，然后我们剧目，哎呀，剧目加好喽，美美们，剧目加好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剧目已经帮大家加好了啊。剧目我们是限购20万，所以我们一个人限购2张，所以大家要买的话一定要先去抢剧目，因为好，剧目全没了。好，那我们重点就应该是买不了剧目了，好不好？剧目20万张应该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加货了。通用影厅你们也可以去看。是，那如果美美你说我不用去剧目，我去看通用影厅就行的话。那我们帮大家再加一下我们99号链接的1毛钱抵扣，11块2毛钱的我们的通用影厅的电影代金券，好吗？来，我们321上链接加货喽，辛苦大家，大家可以赶快去拍99号链接，去就没了，又没了。谢谢大家对于我们中国电影行业的支持，好不好？因为真的非常这几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带上我们的家人，带上我们的好朋友，带上我们最在乎的那个人和我们最就关心的那个人一起去电影院，然后看我们非常优秀的电影，然后也预祝我们的就无名就是票房大卖，好不好？那我们现在要后台不断的帮我们来再上上链接和加加货，然后大家多多的刷新我们的一个链接，我相信大家应该今天晚上可以拼手速抢到我们的电影票，好不好？我们来第三轮已经帮大家加好了，99号链接，辛苦大家，这是我们的最后一轮，没有了，我们的80万张就全部卖空了，对，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导演应该是真的没了，因为这两个链接现在完全处于没有卖不到的情况。嗯，就是这边都已经完全买不了，你看，就是不能购买，好不好？那所有女生们多多刷新，如果底下有票的话，我们就可以帮大家再加一加，好不好？辛苦大家，那今天我们佳琪直播间也给我们两位老师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我觉得好吗？好寓意。是是是是是。来，你们来来来来来，导演，谢谢，票房大卖，谢谢，辛苦辛苦，谢谢。来，一博，票房大卖，谢谢。让我加入，谢谢谢谢，没有，辛苦，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相信每一张电影票的背后都是美美们对无名的支持与期待。然后大家走进电影院，同时也一定要记得做好我们的防护。是的。然后新的一年多多感受大荧幕的魅力。这样，我们给导演一个任务。好，导演，你等下下去的时候跟那个淘票票的那个人说一下，他给我们再加一点票。他们每次都是这样的，那他们负责应该在哪个角落？那就现在就加一点吧。啊，可以的、哦。我们现在再加一点吧。再加一点，啊，好不好？那我们来帮大家再加一点我们的电影票，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刷新链接，可能剧目厅以及 IMAX 厅是没有办法加货了，我们的大众厅是完全可以加货的。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刷新链接，好吗？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也预祝我们的无名票房大卖，也谢谢两位老师来到佳怡直播间，谢谢，辛苦了，辛苦，谢谢导演，谢谢导演，辛苦了。那我们下一次我们的电影再见啊！好，那我们把直播间交给汪汪。